现代的生活，如果没有什么科技，就能很难想象，是吗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当然了吧，如果你不能运用科技，你就落后了。对啊对啊，我同意你们的想法。对了，明天你要去美国，一路平安。我希望交托给你的工程能取得成功，记住，成功。哎呀，你们太好了，谢谢谢谢，我一定会把工程做好。哎，我们的菜呢？当然是爸爸，还会有谁呀、啊？这不是白问吗？你，阿文，爸爸还好想念你啊！你还好吗？你的大学怎么样啊？还好啊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走吧。那很好，我先走吧。喂，阿文，今天下课你来找我吧，爸爸要介绍个同事，你不会介意吧？那好吧，爸爸在平时咖啡店等着你。对了，我们就讲一讲我们的工程怎么样了，有没有发展？关于工程的问题，说呢？你不会跟我们说，你还没搬出来吧？我的天哪，我们合作了这么久，难道这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吗？我还不敢相信，你怎么能把我们拉到这么危险的情况啊？都是我的错，我太傻了，连网络邮件都不懂怎么开。哇，你是让我来就像我在大家的面前没面子吗？哦，我的天啊，世界上还有像你这种人不会开邮件。我的爸呀，你看是这样开邮件的，按这里然后按这里，是这么简单，好丢脸啊。
你是让他怎么了？还好啊，他没事儿。他在工作上受到了太大的压力，在这几天内让他好好的休息，这样才很快的恢复起来。好，谢谢你医生，谢谢。好，那我先走吧。怎么了？你爸的同事说你在大家的面前侮辱了自己的爸爸，你算什么孩子啊你？那样更好，不然我就没面子，连太有间他也不会，真让我丢脸。你真垃圾狗废！医生，让你久等了。刚才我……没事没事，我也刚来。今天你好漂亮。那夸奖。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耶。对呀，我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难道我们是在哪儿见过面呢？有可能。我想给你小小的礼物。好可爱呀！谢谢你呀。不谢啊。我们走吧。可能你听起来会觉得怪怪的，我也搞不懂我自己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告诉你，这种感情，其实我对你一见钟情。啊，一见钟情，怎么可能？你也今天告诉我啊，我自己这么久认识你也不敢说出来。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认识我这么久，你是冲哪认识我的呀？好了，我直接告诉你吧，你太过分了吧，连我你也不认识，我是你的高中同学，你以前这没有注意你的周围，你只注意你的手机，说实话，你是我的一见钟情。哦。原来如此，很不好意思，我对你道歉。但是想来想去，这样也好。你请我进入到你的脸书，让我知道你的存在，不然就……你不要向我道歉，你要向你说伤害的人道个歉，因为你没好好珍惜他们，尤其你的家人。好，我发誓，我会改变自己。你愿意当我的女朋友吗？我需要你在我的身边，牵着我的手走向回来。我把你说的话当真，所以呢我拒绝。你为什么拒绝我呢？我们不是互相爱了吗？但是我能理解，这都是我的错。那把我刚说的话我没问过吧？你这么人啊，那么悲观。我还没说完，我刚才要说的是我拒绝，如果你不接受我啊。好吧，我们走吧。
阿文。妈，你怎么会来这儿呢？你先给你介绍一下吧，这是我妈妈的朋友，也就是你女朋友的妈妈。阿姨您好。你好。请坐请坐。原来我所研究的已经对了，所以我的理论是要质量网络空间里变成像疯子一样的人，要找个能吸引他的注意的办法，吸引了之后就慢慢的把所想传的信息传到那个人，这样就可以慢慢的把他回到现实啊。阿姨太聪明了，阿姨发明了这种方法，如果不是这种方法，我的生活更乱七八糟了。感恩上天你能一试你的做，愿你会改就好。好吧，我向大家道歉，从今天开始我会改变我自己，谢谢大家。